真的是王子、啊、因为他的音乐这方面体现得很好，听说你也很爱运动的，是不是？假日的时候有空都去打棒球啊，或者是打篮球，然后骑脚踏车之类的。哦，听说你最近才刚刚完成三铁、啊、对，那个小铁人的比赛。哦，哇，这么厉害。要骑车、就是没有骑车、哦、要游泳，就是有游泳跟跑步，然后游泳是200公尺、嗯、然后跑步是、要跑1200公尺的山路。山路、欸、哦，然后那为什么同学都没有等你呢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游太慢了，但是跑步还可以。就是我在游的时候啊，然后同学都已经回来，都吹完头发、换完衣服都上来，然后还在看到，然后我就转头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上来？我还在游、欸。”哇，哦，这有点夸张呢。同学，女同学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有女同学，然后连头发都吹干了，什么都上来，然后还在看我那边慢慢游。他们同时下水，哇！阿基雷已经游到上岸，头发吹干了，这个还在水里面。你是在水里练歌吗？没有，在水里游泳，然后他那边脚很酸，那边一直在踢来踢去。他游的是有点慢哦。哎、可是至少他很老实啊，对对 对, 对, 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加油就好了。爱运动，是邓品燕带来的歌曲是《Bucket》。选的这首歌呢，刚好我很熟。你这首歌词只有一个点，就是低音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首歌里面呢，我已经听出来了。我要跟你妈妈讲，较紧的跟你报，安那报，你的声爱好我保养啊，纯粹的，让他的声音是纯粹的，唔免讲国加工啊。你即马唔好特别加加工，你国加工，他会很累，疲惫之下也变形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，哦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品燕老师好。11岁的年纪可以这样唱，我还是很佩服你的，非常佩服。因为我觉得你对于音乐的灵敏度跟歌词你所收到的这个讯号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虽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变声、你这个年纪在于高音的部分你掌握得非常好，但是就像刚刚姚文老师有讲到，你的低音的部分是需要你要努力的地方。之后你在变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慢慢去接受你那样的声音的时候，在每一个声音去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去找到你声音的特质，我觉得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的地方。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特质？然后，因为你对音乐的灵敏度、对声音的灵敏度这么厉害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就找得到。接下来慢慢变声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因为很好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也各方面也都很稳啊，所以呢，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。因为雅文老师说你快要变声了。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卫冕，好，我很敢呢，我很敢，真的敢呢。对啊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策略。
对，所以呢，你就稳稳的，然后每一周挑歌，小心的、谨慎的挑，找到你最适合你的歌，对，好好去诠释它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卫冕者邓品彦要闯第六关喽，成绩会是如何？评审请下分数。邓品彦加油哦！来，我们要到这里，到这里有规划，得到的分数是24分。离开时之后，会记你故乡的花香。微微啊，天未光，伊就去窗内顾花丛。毋捌一句怨叹，让阮大汉。甘愿在异乡好风好人，低头的花丛，每一个梦，一梦梦海呀梦梦，一点点的等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o.1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音，唱这首花香实在太适合了，很美很美，加油。品彦呢，老师好。这个歌真的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得那么好的，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因为你现在要这个会历经一个变声期，所以音准不准也很合理，但是你唱歌的情绪跟你这个诠释歌曲的能力太强了。